现在还好，可是我知道有很多地方不安全，有很多地方，大家都在 basement 住，所以我也很担心。商店挤满了人，现在什么商店都挤满了人，可是很多人去商店买很多食物。因为大家都很担心明天没有了，所以我每天都跟父母打电话。现在他们住在基辅，所以我觉得比较安全。可是事情一直在改变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对，我很担心。可是我每个小时都跟他电话。我跟他们说，可是我觉得我的父母，他们不太，他们不会，失魂落魄，他们冷静，他们常常跟我说，Alina，请你冷静，不要 stress，不要紧张，所以他们比较聪明。我很担心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，我真的希望很快可以结束。